会揍你哦。咪咪，你跟他说对不起。他的耳朵在哪里啊，咪咪？鼻子呢？鼻子呢？啊，手手呢？啊，他的身体在哪里？身体在哪里？真的、哦，你摸摸他头。他的鼻子呢？在哪里？啊，帮他脸按摩按摩。啊，你给他抱抱，你给他抱抱。好了，好，你给他抱抱，你给他说好听点哦。妈妈真的、哦？啊，他手手呢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说谁？小咪，你说谁？哎呀，帮你照相哦。哇，那就给你握握手。那黑丸，你要跟他说你好乖哦。乖呀。摸摸他的脸，然后抱抱他，抱抱他，你说抱抱，说好朋友。